家乐水这边，然后你看这边有特色，就是这边有游园车可以搭坐。然后现在票价是游园车加停车费的部分，然后刚好100块，110块，因为我是骑机车。然后这边的风景还不错，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看一些奇形怪事啊。等一下，再带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，就是海边的风景。这样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奇迹 Story， 然后会播出更多更多好看的影片给大家。